做人一定要讲诚信，再难也不要言而无信，再穷也不要欠债不还。穷不可怕，怕的是赖账，丑没什么，只要人品正。穷要穷的有骨气，活要活的有尊严。人前不说讨好的话，人后不说议论的话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咱活得内心无愧，明明白白做事，咱过得心安理得。人这辈子，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名利不过是一场云烟，何必太过看重？有多少人为了钱伤害朋友，有多少人为了利互相算计，到头来钱财会花完，利益会散尽，再也没有了真心的情谊。我们谁都不容易，所以更要爱自己，该放下的放下，该忘记的忘记，别胡思乱想，别事事较真。人生一生，草木一秋，做人就要做言而有信的人，说过的话必须履行，答应的事必须做到，别吹嘘，别耍赖，人品大于能力，诚信重于钱币，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，诺不轻许，言出必行，一定不要做言而无信的人。时间长了，朋友会离你而去，众人会把你远离，做人头顶天，脚踩的一定要有诚信，再苦也别跪地乞求，再难也要说话算数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